看看阿姨，阿姨抱抱可以不？哎，知道我要抱了。挺脸面，没哭没闹。嗯，还挺好。儿子喜欢小姨是不？四个月，十一二斤，正常的。十六斤。哟，保证啊。他要是该添辅食的时候，然后他最早应该就是先添什么？菜尖儿。嗯。都是一比二的比例。嗯。用小匙儿去喂的。嗯。他喝菜水儿。都喝那个就白菜水吗？给他煮水都喝一瓶一瓶的。哎，那些了都啊，昨天刚开始啊。啊，那他那个胃肠能受了吗？因为他那个孩子还小，还是变呢，胃还是那个肝功能肾功都没有发育完全，不要喂那些。啊啊，嗯，脾胃这些胃肠除了毛病不好调理了。亲善的外形，丰富的育儿知识，普通话达标。几条重要要求达标，倩倩对李阿姨非常认可。咱先不说别的，理论上这些知识还可以，而且宝宝对她不排斥。